4G 大战开打，亚太电信呢公开招亲，确定呢是由鸿海并购。鸿海呢晚上就发布了重大的讯息，子公司国际电子已经跟亚太电信签订了合作意向书。预估呢，这个国际电子认购亚太电信私募金额超过了新台币116亿，占亚太电信的私募股数超过了70%。认购价呢，每股是20元。而亚太电最近的股价上涨，今天的成交量超过了50000张，中场的收盘是上扬了0.65元，是以17.85元做收。